我们这个队长要拍东西啊，就先不管他了。好啊，对不起。啊，感谢这个夏末送的帅，还有这个 SHT 送的美。谢谢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把镜在里面。你这谁又把外放开出来了？我又听到了我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好生日会的时候。这是真正的刷刷刷，火箭火箭，游艇游艇的时候，对吧？这是空间，我们是皇冠。皇冠这么酷，我也不知道最贵的礼物是什么。最贵的礼物是，哎，他们都不知道最贵的礼物是什么。谁来告诉我一下？谁能告诉我一下？最贵的礼物是空间的大家的心意。对，大家把心心点一点，这个人。没有保留。感谢这个孬送的傻啊，这个人忽略过去了。停，我们没有这一段。我们没有这一段，你都不好好唱。你没有，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赖美云。谁在看直播？请不要把声音外放出来。在今天晚上 SNG 两周年的生日会吧。不认识这个女团的，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一些啊。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对，我们找一下我们的队长在哪里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要唱一二三木头人。很好听哦， QQ 音乐还有网页都可以搜得到哦。来吧，唱副歌呢，我唱副歌吧。从第一句开始。哎，那从第一句。接力过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第一句。我们看一下赖美云的双马尾，哇，这个光好厉害。好了，我们看不到他。真的超紧张，我好紧张哦。我又很怕自己。请不要拦着我拿服装好吗？来过来过来。你真的好怕我自我介绍说错，然后又很怕就是有一段句子要我说，我又很怕自己会说全场垮掉。享受舞台吧。我们现在有18.6万人在观看，哇，已经快20万人了，哇，我，大家注意，能不哭就不哭。哇，我好像又露出来。好热哦，这个。最近大家从北京带来了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们。感谢大家送的礼物。谢谢。感谢送的皇冠二连击。对，我们这里很危险的，不要撞到了，特别危险。我今天都已经撞到两次了。来，我们近距离观看一下，好吧？今天是我们的主场。哎，我突然想哭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开心的享受这个舞台，开心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大家就好了。SNG， 拜拜。好，我终于知道了这个英文是怎么念的，我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G 团队长赖美云，你们可以叫我赖小七。我不敢，我怂了。不好玩，我在背。
哇，这自我介绍你都说了，已经用了两年了，用了两年的自我介绍你还要背。叫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会提醒你的。你不会喷我吧？我不会啊，因为你自我介绍我已经下台了。哈哈，对。对呀，我是最后一个做介绍的。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是没有人的。我背负着给他们拖延时间的使命。所以接下来的环节要躺你就尽情的忘记吧，来小七。我就再也不能进这个房间了。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，切勿拥挤打闹，有序观看，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，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。在演出进行中，请勿将手幅、灯牌等艺员物举得过高，以免遮挡其他观众。请大家收好自己的垃圾，保持场地整洁，文明观看。如果大家完美遵守的话，小七给你们比心哟。我是 SRG 的队长赖美云。SRG 已经准备就绪，SRG 一共有两周年生日会，即将开始。